欢迎收看酷酷兄弟特别企划。特别企划，我们又找来艾伦，还有月兔，和我们决一死战。决一，我们大家都是自己的主人，不是决一死战。没有 PK 赛，没有 PK 赛，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。那你们过去就找我来当炮灰吧？为什么跟前面讲的一点都不一样？要决定自己的生死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样玩的是德国心脏病。Yep， 我们刚刚在正集的时候，里面有介绍过这个东西。我刚刚说你很惨的那个，对，我非常非常惨的这个东西。你在抖，对。所以我们先来讲一下惩罚好了。对，惩罚，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有一叠牌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等一下玩几轮之后，看谁的牌最少，是谁就是输家。是，那我们来挑出最输的那一位人，我们要用。你为什么要保鲜膜？保鲜膜把他全身包住，不是只有包脸，全身包住。包住干嘛？变保鲜膜人，木乃伊。然后你要从中间跳出去。这是我们惩罚，所以等一下加油，记得按铃。不是，我觉得你们感觉就是一脸没有压力。没有啊，我现在压力很大，我不会讲话。来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好，谁先来？谁先？从艾伦那里来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顺时针。好。OK， 准备喽 ，Ready， Go， 五颗，五颗，五颗。红了吗？是我拍太大力，我认真了。这是你的。我还想说，会不会艾伦一伸开就五颗？来，我洗下牌，我洗下牌，来喽！一张就是五个，是不是？准备喽，三、二、一，五颗，五颗水果。没有，六颗，六颗，五颗，放着，所以我要发给大家一张牌。对，放着，来来来，我这样刚赢回来就都没了。太好了，谢谢阿神大人，换我了，换阿谦了，五颗哦，好，三颗，香蕉。Yes， 对不起，撞到你，没关系。我这是火力全开哎！我告诉你，刚刚在主持，我一直在想我主持的时候要讲什么东西，快快点，好不好？放心啊，快点！来，嘿！所以阿谦最快，才一张而已，一张很多哎，哇，才一张，你以为一张没有东西哦？来，这个会出车，出车祸吗？这个出车祸什么事？换你了，啊，四根。还惊哦！等一下，那个有指甲，对不起，我的指甲太长，会流血。好，来，没有啊，还没啦，八个没有一张，我真完嘞，结果还有比我更烂的一张。我可能还没清醒吧，继续，刚刚继续发到你，好。好了，我没牌嘞。没牌了，再来。哎，刚刚五个，刚刚有哎，所以我这样按下去，所以你要收回来，然后全部都你的，谢谢。哇塞，我就可以，你怎么了？你快暴走了，好好啊，快点，我要暴走，把出去，洗下，来喽，来，哇，你不能用五颗，哎，我超强哎，表妹，刚才可以，一二三四，发个五元章，对，谢谢，好，继续，再来。Come on！ 我吓到我了。他没嘞，继续，完了。当结束。哎，超惨的。恭喜你呀，恭喜！不行，我觉得刚才你有练习，我没有练习。而且你在听休息室的练习，你是我就是他。来，中间。哎，为什么这么薄？这不够用吧？来，哎，这快用完了哎，对啊，我自己来，自己用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太快了，这样，我帮你把周遭的东西清下，你可以往下还是往上？往下，要往下，要把脚绑住，这样会受伸，来，这样怎么受伸？继续转，转，来，转起来，转起来，再转，那个。往下，你要往下。等一下，我晕了，你们自己找。再来，过来。接力抓过去，没了，太好了，就这样子而已，太糟了。哎，你那围巾，我想把围巾把脚绑起来。你在干嘛？跳出去啊！你可以跳出去了。拜拜。好了，这集 episode 超级感动之后，希望爸爸们会喜欢这集 episode。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在左下角有喜欢，在左上角有订阅，绝对没频道有奇跟踪片动态。我们下一集 episode 再见哦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从我开始吗？好。哎，好像比我们都玩不到哎，玩不到哎。